在三国罗曼史的架空世界里，少年刘备与著名的三国武将们游走天下，一起谱出各种浪漫的故事。战斗中可以及时操控队友走位来取胜，只要指挥得当，就有机会赢过战力比自己强的对手。不过可得要小心，不要发呆打到木桩，那可是会被敌人趁机偷戳的哦。完成历练之后就可以提升等级获得奖励。游戏里有御姐系的关羽、呆萌的张飞以及其他性转的武将们都有独立的支线剧情，而刘备和曹操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一起来体验他们的爱恨情仇吧。